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再多一秒烈焰狂潮就要引爆电野梦场，加速心跳步履奔忙，肉身就化作铁壁铜墙，我愿用初心点亮希望，我要用生命扭转时光，我会再回到你身旁，我火焰燃起就叫做战场，铠甲是我蓝色荣光，请把你拉响，穿越热浪，我们张开守护的翅膀，逆行的路上不负勇往，我们刻下滚烫的勋章，同志们，在路上，具体的情况已经了解了。救援原则我不多说，只有一点：注意安全。因为只有你们安全了，更多的被困人员才有希望。听明白没有？是。好。各小组组长有临时决定权，不用请示。是。同志，同志。同志，同志，你们终于来了。赵寨所那边有一个青年被困，我们的救援条件有限，需要你们的支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回原路见。是。走。注意安全。搜救、破拆、保障组，做好准备，救援行动现在开始。是。继续搜救，来，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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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。家里还有别的人吗？你还好吗？就我自己，我还好。老詹，你带人勘察现场，准备救援。经理，把沈也送来，快点。知道。想出去透透气。你放心，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透气啊！你现在手脚能动吗？不能动了，腿被压住了。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，别紧张。同志，求求你们啊，一定要把周莹救出来呀！你这是干嘛呀？先起来，来。你放心，现在大半个中国的消防救援队伍都在往这边赶，不光他要救。整个鸭滩镇，整个平西县的人，咱们都会救，我们会尽力的啊！这里太危险了，先去安全的地方把他带走。好，走吧，我们会尽力的啊！霍战，情况挺危险的。二楼的承重墙全部压在了他的身上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发生二次坍塌。全体人员清障准备。我们在平西县招待所，弹药量加快速度先行，但是一定得稳，不能发生二次意外，明白吗？
小朋友，你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小朋友，你别怕啊，哥哥是医生，哥哥来救你。我叫乐乐，我在教室角落里，很小很挤啊。乐乐，你别怕啊，你这里面还有别人吗？你身上有没有哪里疼啊？刚才教室里好多同学都跑了，现在只剩我一个人。好好好，一个人就好，你哥哥马上就来救你啊，你别怕。哥哥，可不可以给我一瓶可乐？我好渴啊。你等哥哥一下啊。马斯洛，马斯洛，马斯洛，你是光彤彤吗？马斯洛，我也想喝可乐。你们在哪儿？我们三个跑到门边，突然就塌了。你别动，我和医生哥哥去救你们。好，下次我让你救我小便，我不告老师了。那我给你抓蜻蜓。那在哪？这儿。乐乐，乐乐，我们来救你了啊！小朋友，别害怕。别怕，别怕。我和关彤彤也在下面，他们有三个人。这下面应该还有其他小朋友被困。师姐，来把手，先把这块打了。哎，别！如果你动到这块的话，这块就会失去重心，这样会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。而且这下面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清楚，不要轻举妄动。那我怎么办啊？你们在这陪着小朋友，我回趟指挥部，找专业的救援人员过来。监测生命体征。静儿，我去看有没有其他被困的小朋友，东西放这儿了。那个姐姐们给你去找可乐了，你再等一等吧。哥哥，我会死吗？当然不会死了，我们会把你们都救出来的。来，我先给你检查一下。呼吸，吸，吐气。没事，没事。把这些碎石清理干净，才能到达主受力点。来，开动！来，停战！一二，慢点，慢点！一二三，起！慢点，慢点！难受，难受。点亮，来，搭把手，慢点啊！哎，你别来了，别来了，撑着个长短腿，我肯定让你们负责。马千里，沈岩，哎，来了，快点！抢到重中点，刚好在腿上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子栋，拿点水和食物过来，大家记得少量分次进食。是。魏然，被压的时间不长，那条腿，王姐，过来，过去说。李坤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我们南京的，怎么样？没见过这么好看小花园吧？你这可漂亮了！江通，谁？兄弟，来，先给你点水喝啊，慢点喝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。
谢谢姐姐。江头，来一下。哎，姐姐。你们不会走吧？放心，不会。哎，谢谢。你应该很清楚，让医护人员截肢是最稳妥的办法。整片承重墙的重量都在他的腿上，余震随时会来。如果把整片承重墙抬起来2厘米。我们就能救他出来。你疯了，这下不了起重机，水泥板随时可能会坍塌。别说救他了，所有人都可能被压在下面，而且以现在的情况，即使他被救出，那条腿很难保住。能不能保住那是医生的事儿，救援才是我们的任务。我反对，你这是在赌博，在拿所有人生命赌博。到底是腿重要还是生命重要？头战，头战，最新消息，短时间内铜鼓平西地区可能会发生多次余震，震级可能会超过5级。不能纠结了，虽然截肢不是最佳选择，但至少可以救他的命。我去找医护人员。但是他需要他的腿啊，如果这么截肢了，他这辈子都没办法再走路了。你以为我不想救吗？余震马上就要来了。老姐，你看那块破碎的细碎切面是这面墙的拐角处，前面支撑的是横梁，横梁下还有一张床，如果出现二次塌方，可以短暂支撑破碎墙体的重量。理论上是可行的，但实际操作层面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。这就是目前为止最合理的方案了。你只做最好的打算。我问你，如果余震来了怎么办？这次余震的平均间隔是23分钟，我们还有时间，相信我。争取确认时间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OK，OK。兄弟，兄弟，保护，保护，兄弟，大学毕业了没？兄弟，哎，比这还热乎。师生，保护。师生，谈恋爱没？毕业分手季，现在也是单身狗一只。保护。为什么分手的？他家里给他安排好了工作，就在北京。我是一定要回到镇。师生。不想让他跟着我回来受苦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跟着你就一定会受苦？是啊，现在想想有点后悔。志生，如果能重新选择的话，哎，我一定不会再轻易放手。其他人都推到安全区域，快射出去，快压制撑住，支撑，压制不住。压制顶住，保护。要不算了吧，支撑，就我一个大人，我不知道的，你们已经在我身上耗费太多时间了，别管我了，支撑，去救乡亲们。乡亲们要救你也得救，大伙儿都等着你这个书记呢啊，给我坚持住，听见没？刚报告啥也没给乡亲们做，吃过的百家饭只能下辈子再还。说什么丧气话呢，是爷们儿就这辈子报答，坚持住。周阳，周阳，你腿能动吗？整个应该可以。罗姐，好了没？魏岩，
亮子大爷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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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来，陈秘书，来，恢复一二四，走，挺住啊，一二四，一二四，来，小心，小心，拖着腰，拖着腰，小心，腰。快点儿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上，附近学校有四个孩子被困，可能还有更多，指挥部让我们尽快支援。你带队过去，这有我呢，交给你了，走。乐乐，那你们平时乐乐乐乐乐乐你怎么样了？哎，医生快，我儿子在里边，快救救我，他你先冷静一下。乐乐，爸爸，有人来救我了，快救他。您放心，我们会救他的，但现在要等专业的救援人员。救援人员？你们不就是专业的救援人员吗？快吧，快救救他呀。我们要等消防员。你们不救是吧？我不救，我自己救。哎，谁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小朋友别害怕啊，哥哥马上救你出来。剪子，一二三，好，来，小朋友爬出来，哥哥接你。哥哥，我怕。别怕，来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让我。来来来，小朋友，别怕，哥哥带你坐滑梯。来，出来。对对对，慢点，头。啊，好，来。慢慢爬出来，好，非常好，好棒，好棒，好胖，来，好胖，来，一二
慢点，慢点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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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来，慢点，慢点。先别急，先别急，你让医生检查一下身，先等医生检查完身体。你先转过来，我帮你检查一下。来，小心。慢点啊，来，慢点啊。没事，呼吸和心跳都是正常的，就是一些皮外伤而已。赶紧送到大本营。我来，我来。谢谢医生，谢谢同志们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护士，那没事儿，来帮忙。没事，白露露。你没事吧？快把伤者带离现场。是。走。我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现在 A 型血还有多少 ？A 型血还有36呢。B 型。叶兰。啊。招待所那边救出的胃口人员，现场本来一切正常，突然一下载道再低。他现在到哪了？正在送来的路上。他有长时间挤压吗？一整面沉重甲压在他身上，刚被抬起来。长时间挤压之后，瞬间抬起会释放大量毒素，电解质紊乱，横纹肌溶解，甚至心脏骤停。这在大城市很少见，但在救援现场很常见。快，这边，快点！拜托，一定要保住他。放心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会尽全力的。机缘，建立静脉通道，做好手术准备。联系血液中心，可能需要血透。两位队长，你们有没有人是 O 型血？血库血用完了，病人大出血。扩张晕针，我去。不能再抽了，来摁着。大姨娘子，给我坐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这边更需要你。我这不都献完血了吗？刚抽了你600cc 血，你坐下休息一会儿，没问题了再走。哦，没问题了。你这哪没问题，还流血呢你？这不是平时救灾呢，大姐。你少废话，你这种时候就应该听我们医护人员的话。嗯，先吃下去，补充一下血糖。艾克姆还没有到，山路塌方，设备全部都被困在那里。现在毒素已经控制不住了，随时可能会心脏骤停。再这么下去的话，黄金抢救时间只有10分钟。仪器在哪儿？先到旁山口。我去。量子大印，走，别吃了。你好，我们是东山站来迎接物资的。你好，我们预计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清除干净了。来不及了，有个病人急需用到 ECMO。可是这石头已经完全把路堵住了，车子过不来啊！现在，那就扛过来，走。
再来一场，来来。来，大把手，下人，来，下人，慢点，哎，注意安全，来，小心，来，听，看点情况啊，里面是仪器，来，低一点，对，慢点，庄武昌，队长，哎，感谢，路上慢点，注意安全，谢谢。走了，好嘞，来，大家伙继续行动。怎么还没来？师姐，快，身上血素一毫克进退。还是不行，机缘，心肺复苏。谢谢，大把手，谢，小心啊。谢，感谢大家。其实我们应该坐的。这样，那个黄站长，你赶快上车吧。哎，谢，先走了。哎，来，乡亲们，大家让一让。
集合。向前进，向前看，上去，立正。这几天的搜救工作先告一段落，剩下的小型搜救和收尾工作由兄弟救援队完成。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配合医疗队的救治。今天都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继续。解散。有。酒精好像不够了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一会儿换。啊，你赶紧去吧。谢谢。早点休息啊。嗯。叶兰，别吃这个了，凉的对胃不好。刚热的。没事，我吃饱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。嗯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其实上次我说的那些话不是那个意思。上次？就是咱们吵架那次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你喝口水。不用，我不记得我们吵架了，我也不经常跟人吵架，应该是你记错了。我先走了。叶兰，吃饭了吗？不饿。你打算继续这样下去啊？你也不是第一天做消防员了，对不对？当初我入队的时候你怎么说来着？说我们是纨绔子弟，过来晃晃就走。用你管。你爱吃不吃？最细心，辛苦你跑一趟。是，这一批物资非常珍贵，千万不能拉东西。是，霍岩。哎，教授啊，燕兰就跟你一道去帮助附近村民检查一下，啊。哦，哦，好。哦，路上有个照应也是好的。哎，这样，一局吧。哎，好，好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陈冉教授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注意安全，哎，走吧。我来。
谢谢。你吃饭了吗？不吃早饭对胃不好。其实大家都挺关心你的。我挺好的，人嘛，总得什么都经历过。你说我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吧？被伤压在心里久了会成根的。其实我特别怀念那个没心没肺、专业什么烦恼都忘掉的乐天派，东山大业。你发泄出来，都会好起来的。真是点好，别老整那些虚头巴脑的。你不就是难过吗？有什么的呀？难过跟我说嘛，冲着我来。没事，我挺好的。车子修得怎么样？啊，没事儿，小毛病。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们的任务不就是保护人民吗？你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啊。每次都是你来帮我，我都没帮上你什么。所以两个人一起面对，可能比一个人要好一些。人员密集场所人流复杂，情况多变，在日常一定要定期进行消防检查，加强用火、用电、用气安全管理，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用，保障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是畅通的。你笑着
记着关于你的交集，拂晓前心意都交给朝阳如书深情。你哭过热心情都担心，抱着你把喧闹都屏蔽，遇见你晕开了，原谅你那秘密，这秘密的谜底是我们对视着所因爱意，穿过了你的心再去见你的手，穿过了很多夜才懂光不会走，你在就会知道，张开的怀抱随时等着我，就像